OK， 那我们都有把我们的资料安全的备份到。那我们 OK， 那我们OK， 那我们在低碟块。OK， 那我们资料都有备份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把 OK， 那我们资料都有备份，那我们就把原本低碟的东西就再抓回来，我们就可以又再继续剪片了，因为我们这一整个礼拜都没有在剪片了。